张信哲的情歌还是很好听。地知秋，知秋半零落，一柱过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讲大不能开放点歌啊，唱给你听好了哈。今宵别梦寒，这个歌听了会起鸡皮疙瘩。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刚刚大家所听的这首歌曲是张信哲所演唱的《友情世间》。这首歌大家听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眼眶都湿湿的？因为呢，把新曲跟旧曲混在一起编。那所以呢，当大家在沉浸在这首歌曲的时候，忽然间听到很熟悉的旋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其实有一点年纪了，对不对？它就有一种沉浸在过去，有一些过去岁月的点点滴滴跑出来，真的很感人。张信哲，情歌王子，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他的歌，听到现在，没有想到他的歌还是可以打动我的心。今天呢，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有开放直播，我的眼眶真的湿湿的了哈。有开放直播，可是呢，我们的贵宾现在还没有来，因为呢，我们邀请了两位贵宾，这两位贵宾是我前一阵子人去了台南金鹰酒店去吃他们的，算是台湾版的土豪宴吧，好，这种阿舍宴的时候认识的两位年轻人，一位呢就是广富号的老板李小博，另外一位呢就是很美的一个美女，在蓝晒图开了一个手制冰店 Our Bar 手制冰店跟面店的凯文，可是他们现在正在路上，所以呢这一段呢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昨天晚上的王瑞瑶。大家知道王瑞瑶虽然做的是很忙碌很忙碌的媒体工作，可是呢我经常会做一些固定 routine 的东西，比如说我很喜欢在厨房里面切菜，因为不要动脑嘛，对不对？好，然后就是手动，然后呢我在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做一件事，这件事情叫做对发票。对发票，我很喜欢对发票哈。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发票没有那么多张啊，因为宝师傅很爱买东西，宝师傅就是我老公，他非常非常喜欢买东西，所以我们家每一个月应该是每两个月发票就很多。那我前几天呢，我就在我的那个 IG 里面看到有一段影片，这段影片呢就是有一个 APP 哈，就是 APP 有一个 APP 哈，他就是在介绍说有一个 APP， 他就是你直接哈就扫那个条码，他就会告诉你有没有得奖啊！大家听这个一定觉得王瑞瑶很呆，对不对？因为这个 APP 不是新的，是早就有的。我也知道早就有，可是我还是很习惯哈，上网去查，还是去超商拿哈，因为行为都是很，你知道，就等于是行为都是很传统。然后呢，就把发票一张一张整理好，顺便偷看一下我哥哥有没有偷买东西没有告诉我。好，整理完了之后呢，我就去手记哈背下来。比如说呢，这一期的发票呢，它的尾数有一二三四五，我就默念一二三四五哈，然后就去对。好，就去对，就我一直都是这样很传统的。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我大概一年会对这个钞票，对这个发票哈，就发票变钞票，我一年大概会对到几次，我得到1000块。1000块是什么？1000块就是尾数中四码的那一种。好，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偏财运，可是我每次只要对在对发票的时候，我就很开心。我不知道那其实是一个家庭主妇的快乐，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不可以体认这样子，就是一种小确幸，那真的是一个小确幸，就是拿到钱的一个小确幸。那可是我前几天看到了这个 APP 之后我就下载了，昨天我就觉得很爽。好，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下载的这个 APP 呢，它不管你有没有得奖，它都会给你点数啊，当然你的点数要去兑换，
没有兑换也没关系，至少我每兑一张它就有100点100点100点、啊、不对不起，10点10点，不是100，10点10点一直跳进来啊。我昨天呢 我大概有兑到大概600多点，大家就知道有多可怕，因为它还有点数加值。结果昨天我一兑居然兑中了600元，有3张都让我兑到了200块啊，真的是家庭主妇开心的晚上。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我的贵宾来了吗？来了来了来了，我们家气质力王已经冲出去了。真的我觉得我好幸运哦，我昨天其实一开始兑到200块的时候，你知道那个 APP 很好玩哦，兑到200块的时候它就跳出来说你中奖了。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去下载这个 APP？ 因为我自己上去看发现大概有3个可以自动兑奖的 APP， 然后呢它还会要求说你要用手机去绑定，因为才可以去换奖，因为有可能是财政部为了要鼓励，对啊，财政部为了要鼓励大家就是不要再开发票了，可以用电子发票。来了，我的贵宾来了，小博，快点坐下来，等一下来，好，转正来，坐好坐好。小博你比较胖，不是，所以我的镜头要接近，你看我要让我要松手一点。我的镜头要接近凯文，你好，因为你比较胖，你知道吗？我今天比较瘦、你有没有看我歪一边？有没有看到？好，你们今天我给你们设定的是文青风，是，对不对？我们有文青风吗？你们有文青风，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个人好难得哦？从台南请来的贵宾，一个是小博，一个是凯文。等一下他让他们介绍他们自己，然后来告诉大家台南的文青风，所有的吃喝玩乐的文青风，有没有听到？有，吃喝玩乐哦。好，等一下凯文你这样会恨我，因为凯文脸很大。哦，真的假的？那我往后坐。刚才凯文的脸是这个镜头的一半，没关系，用麦克风挡住你的镜。对啊，因为我怕你们俩太远，而且因为我要接近你们，你们讲话，其实他们俩讲话音量很大了，是没错。对，我们有采访音量很小的啊，就有听众都说直播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只有王瑞瑶的声音，王瑞瑶很近，王瑞瑶很近，对不对？对啊，有人一直在讲台南，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台南的新风貌，就即使是台南的吃喝玩乐，也有最近流行的文青风。对不对？对，不能只有卷尾家。流汗了，等一下，卷尾家也可以啊，我没有说卷尾家不行啊。对啊，卷尾家也是我们台南的代表。啊、卷尾家也是台南的文青风啊，是是是，本来就可以，对不对？对，好，等一下，小博今天有带他的袋子来吗？有没有？有，我今天背的这个、就是。对啊，我们上次在吃的时候，你知道小博都没有带他们家的袋子给大家看。广富号啊、哦，来。开始，好来。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今天邀请的贵宾来到了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南广富号手制帆布包的老板李小博。小博先跟听众朋友问好。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他讲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就有开直播嘛，他看着大家都很高兴。然后另外一位美女是 欧巴。 奇怪，你的面店也叫 欧巴 吗？面店叫小秘密。对呀、啊，因为呢我们还有邀请到的是蓝晒图。大家如果要去台南，讲到文青脑袋里想出来的第一个要是我跳出来的就是蓝晒图。蓝晒图拥有2家店的一家是冰棒店，一家是面店的谢凯文。凯文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凯文。听众朋友如果上次哈在王瑞瑶去台南精英酒店有跟着王瑞瑶去吃土豪宴，哎、欸，不就说阿瑟宴，阿瑟宴，我们心里是觉得是土豪宴，对，夸张的土豪宴。就是如果有跟着我的那一场直播，就认识这两个人了，就已经认识这两位了，对不对？对。我们今天呢邀请这两位呢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要给大家不一样的台南文青风，也可以讲说是台南的一个文创实力。好，我让小博今天有比较正常。小博那天呢，我们那天在吃饭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开直播，我说小博你把你的袋子拿给大家看，拿给我看，你知道，让所有的这个粉丝看一下哈，就是广富号手工帆布袋，手制帆布袋有多厉害。结果他那个时候告诉我说，哎，这不是我们家的袋子。
赶快躲起来。你为什么背一个不是你们家的袋子爬爬照？哎、欸，我在实验敌人的袋子啊。你那个时候就发现小博好厉害啊！为什么你要背着别人的袋子跑来跑去？你是看到别人带的袋子有什么是台湾的袋子可以学习的？嗯，我其实那一天背的袋子，如果瑞瑶姐有仔细看，它是某个很大的国际精品。嗯，那其实我觉得国际精品的工法跟工序，还有它袋子的一些细节，真的是我们很值得学习的。可是我看你那天背的那个袋子是一个软软的袋子、啊，对，因为我不是像你知道，就比如说小博今天就有带他们家 的，对，就有带他们家的这个商品来哈。对，那天那个袋子是软软的，没有型的。这样都被识破，可是小博是有告诉我说他有细节，就小博就跟我讲说，你看这个袋子有细节，有很多细节，对，因为我那天拿的，我真的解释一下，我那天拿的是一个软的后背包，嗯，那因为一线精品他在做的时候，他们很重视袋子的一些收口。嗯，比如说它中间是一个拉绳，嗯，那一般我们传统的做法，拉绳一定是两条绳子垂在前面，然后打两个结。对。可是除了这个方法，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把这个绳子的收边不要用两个结，可不可以把它藏起来？但还是可以拉藏起来。对，藏起来，这就很有奥妙，对不对？用一个皮，用一块皮把它包起来，可以吗？你想得到就是皮把它套起来嘛。啊、我想到的也是这样。可是它那一个袋子，我当时候看中它是因为它穿绳进去两个头，把它藏在袋子的后面。嗯。然后它把用一个皮把它车起来。嗯。所以它其实前面来到这个地方是可以直接这样拉的，所以你看不到任何的收口。哦，原来很厉害，原来是这样。是，我心想说他是广富号的老板，应该要自己做广告，背着不一样的广富号的包包跑来跑去，怎么会背一个软软的？我还记得那个袋子是一个像是。像是一个是粉红吗？还是桃红色？有点橘色。对，就是那个颜色。我心想，奇怪，他怎么背一个软软？那一看就知道不是帆布包啊，对不对？对。好了，我们让小博来先介绍广富号。是。因为呢，搞不好有很多人不知道广富号是什么，就表示你落伍了。广富号，嗨、嗯。我们是做包包的代工起家的，在台湾已经做了20年了。嗯，那我们过去代工一直都是帮比较大的品牌代工。嗯，那细节，因为我们会做的细节比较多、嗯，那再加上我们工厂并不是那种很大很大的大厂，所以我们就是专门专做就是小的设计师或一些品牌国际品牌的一些。包袋的代工、嗯、哼对，那会转做品牌其实就当然就是因为代工之后不好了、嗯、因为很多都转到对岸去做嘛，所以不好了以后、嗯、我们只能够在留在台湾的就要自己想办法活下去。我一直都觉得帆布袋对我来讲，我都停留在一种帆布袋就是环保带的感觉，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听众朋友有人跟我一样哈，就比如说我有好几次下台南，有跑去像是类似像工厂的地方，因为现在都很流行嘛，对不对？对。然后可是好像看起来就是我们家都有的这个环保购物袋啊，哈，尤其是早期在推政府在推环保的时候，很多公司行号都会赠送。就是简单的帆布袋，对啊，结果呢，我去逛了广富号之后，才发现自己土了，土袋了。帆布袋的这个手工的精致哈，你知道，甚至于你们家有一只金刚鹦鹉，对，非常有名，对，对不对？对，哈哈，对，那个鸟类系列的产品其实还蛮多人。就特别来买它的。可是除了鸟类系列产品之外，我知道我那天去了你们广富号，我们先讲一下我那天去的那个点是在哪里啦？它是哪一条路上？树林街。树林街。对，中西区的树林街。呵呵。对。树林区的中西。中西区的树林街。好好笑。好啦，然后因为我去了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呢，也有很多很多类型、很多形式。对。我之后我会把我那一天去广富号的照片 PO 出来。我记得我有 po 出来几张，我 po 出来那几张呢都跟名人有关。听说有很多导演，有很多剧组来到台湾拍影片的时候，都会在广富号做包包给大家作为纪念。休息一下再回来哦，休息一下才回来。好，休息一下再回来，公告洗干来，广富号的包包拿近一点。你看我这只很乖啊，都有带来。对啊，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广富号，包括这个对不对？对。哦，
这个是那个哎、欸，我有拿正面吗？还是我拿反了？你拿正面对，我拿的是对的吗？对，这是一个广是不是？对，它是一个广字、哦，它是我们的 logo， 对，好美啊、哦，圆形的零钱包。然后还有你看这个帆布包，有没有？大家看起来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帆布袋，对，可是它很挺啊，它功能很多。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听小博讲说。我们那次不是也拿一个袋子，就讲说连布料都不一样。对，因为现在就有人在讲说帆布包就是很愁用。对，愁用耐用啦，耐用一定要有。不是啦，愁用这个形容有一点过分。愁用，就比如说它是很耐用，可是除了耐用之外，我记得那次小胡还跟我讲说，现在连帆布都可以防水了，对不对？对，都不是你印象中的这种。对，好像是以前邮差，他说以前用最多的就是邮差。邮差，对，邮差，对不对？对，送货的时候在用的，因为它耐磨嘛。对，耐磨，对不对？对，它就是生活用品类啦，或工作袋类。好。然后呢，因为小博呢，我那次去，他还跟我讲说，他还帮两个车厂做包包。对，我们先来讲小博手上这个包包啦，这个包包有什么细节给人家看一下？其实这个袋子呢，它从材料上面来讲，我们就特别的去制造这个材料。嗯，它是台湾专利的产品，叫做 PP 就是十。那个聚丙烯、哦、就是你跟我讲的，它其实不是帆布，对不对？它的这个应该说它不是棉的，可看起来很像、啊。但是我们把这个 PP 织法，对，把它织成帆布的样子。哦，对。那选择这个材料、嗯，第一个它是非常环保的材质，怎么说？不要听到说 PP 就以为它是塑胶，对不对？对，很多人听到 PP 应该觉得你做了一个塑胶包。对，但是它因为它很环保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事实上它其实是塑料，没错、嗯。那它环保的地方在于，第一个因为它是塑料，所以它制纱跟布料过程它不用到水，嗯、它是直接色牡蛎抽完纱。就可以织成布、嗯、有没有听到很多人认为环保都没有考虑到水对很多人你知道都不知道用水很大的这些产业对其实是不环保的产业 是大家其实都以为你用水洗干净就是环保了嘛對水也是一种资源 对没错、嗯、而且它需要这个袋子它因为色牡蛎直接抽纱所以它不只不会用到水它还没有染整的问题所以它就不会污染水源、嗯、哼对还有染整这件事我也有意见啦对因为老实讲有的人都认为说什么河川都变颜色了老实讲变颜色的河川不见得有污染哦就等于是大家都不要都用自己的眼睛看然后用浅薄的知识来解读是是 我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些专家在讲的时候我都觉得大家都以为你眼见为实是是没有真正会污染的没有颜色对是无来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台南文青的代表文青跟文创的代表我们邀请到的是广富号手制帆布包的老板李小博另外一个美女是 R Bar 冰棒专卖店她还有一个面店的谢凯文我们在上一阶段的时候听到小博介绍他自己大家很急因为看到这个美女都没有讲话请美女来开口来凯文你是谁呢我是在蓝赛图文创园区里面的两个主持两间店的主持人蓝赛图在哪里呢蓝赛图大在台南的中西区在星光三月西门店对面蓝赛图到底是什么呢蓝赛图是什么它其实应该是在你在建筑的时候在早期它应该要先制作蓝赛图、嗯、然后他们才会开始去做建筑的步骤啊、为什么这个园区的主题叫蓝晒图 OK 那个原本的 2D 蓝晒图它是在我们海岸路上面嘛、嗯哦、本来就有一个蓝晒图啦是 2D 哦不是 3D 哦、嗯、对、嗯、然后因为文化局他们想要去活络我们现在这个宿舍群、嗯、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原本是一个旧的司法宿舍司法宿舍对是砖墙的然后一楼的就一栋栋对不对其实它这个宿舍群它是一部分一部分慢慢完工的它不是一起盖的、嗯、所以它的历史其实是阶段性的、嗯、哼然后因为它有一个意向那当时候在台南
蓝晒土，二 D 蓝晒土它其实是很有名的、嗯、但因为可能房东还有一些屋主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就被撤掉了，拆除了。对，所以后来就是来到了我们文化局，就把它请刘国昌老师、嗯、然后做了一个 3D 做这个园区的意象这样。可是因为你知道你在里面有设点，我看里面的这个卖店其实并不多对不对？嗯，蛮多的，其实蛮多的，大大小小加起来20几间。因为我眼睛只有看吃的，我也是，我也是。小博，小博在这，有时候哎，他吃的不多。我跟你讲，他的卖店蛮多，卖店二十几间其实蛮多，因为那区域并没有很大，对不对？明哥说起来没有，可是我是觉得很有趣。等一下，我要先更正一下哈，这个袋子不是从温州来的啦。听众朋友现在有点误会，因为卡卡顿嘛，对啊，卡卡男神卡卡现在在这里留话，大家都很误会小博带着温州的袋子来到我们这。这个是我们台南广富号台湾之光，好吗？他不是怎么会扯到温州去了？台南。王瑞瑶虽然刚从温州回来哈，温州没有这个袋子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袋子，因为我要让那个凯文先讲完，因为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两位都是在台南非常有代表性，而且做得非常好，好做得非常好，领导这个文青风的两位年轻人。所以大家先听听看凯文的故事，有没有听到啊？那所以不要讲温州哈，这不是，这是台南的。好，台南。那所以等于是那个时候重新整过之后搬到了这个新的地方，凯文你就进驻了吗？应该是说我们前面大概筹备了整个园区筹备了2年，嗯，他从开标然后到整个蓝图出来到我们执行进驻、差不多2年的时间。哦，2年的时间。对，因为哎、欸，我也会 po 一些照片上去啦，因为我那天也有跑去吃冰啊。跑去吃冰之后呢，那天呢，其实凯文要叫我去吃面，可是大家知道我已经吃了台南版的土豪宴了，我就真的吃不下啊。可是呢，我就看到凯文你的两个店也都非常有特色，一个是卖冰，一个是卖面。是你以前是做餐饮吗？我已经做餐饮10年了。啊？对，就是我从你不是小文青，你是老文青嘛？对，我是老文青。就说哦，终于跟我一样。所以我刚才介绍的不是年轻的文青，对不起、哦。虽然我也是老文青，但我们年纪是其实是有差的，看得出来了哈。对，我大概小你2岁。哎、欸，奇怪，谁认识高士达老师呢？我啊。他说我的偶像哎、欸，真的，士达老师，他也是我的偶像哎、欸，他是我们那个世界蔬果雕冠军、欸，对，士达老师他也是我的偶像啊。原来我们这个圈子朋友圈这么小，大家都认识。他所以等于是你做餐饮做了10年，对。可是你以前做的餐饮有这么漂亮吗？我 po 了几张照片，大家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这个餐厅非常漂亮，很多人不吃东西都在外面拍照，对，也爽，对，对不对？那可是你以前就做这种风格吗？我们以前是做复合式的，就是餐厅是做复合式、嗯、那我大概经营到第6年吧，嗯，第5年的时候突然间有一种感触，就是因为我们的第一间店的位置它是在比较偏台南偏郊一点，对、嗯、对，偏郊一点，所以说我没有进到市区做生意，嗯，然后我想要再开店，那因为蓝晒土这个文创园区的关系，所以我拿到了2个空间、嗯、那在这之前其实我就想要做雪糕，那想要做雪糕的原因、嗯、其实是因为当时候很流行这些什么双麒麟啊、嗯、冰淇淋，但还没有人开始在做雪糕。冰棒跟雪糕它中间的不一样，就是冰棒它是没有经过冰淇淋机的、嗯哼欸、它就是吃起来比较硬传统的那一种、嗯嗯、那我想要做的是口感比较好，比较绵密，像冰淇淋一样的、嗯、所以我们就去选软软的冰，对，软软的冰，绵绵的，绵绵的，绵绵的冰，咬下去牙齿不会就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去学了怎么制作冰淇淋，然后怎么做雪糕、嗯、但是最主要的精神是因为传统的口味它其实慢慢在没落，嗯，好、哦，比如说核桃咸蛋黄啊、嗯、然后米糕粥这些传统的口味、嗯、那我怎么用比较创新的方式去让年轻人可以接受传统的口味，然后重新认识传统的口味，这是
our bar 他的使命。其实跟广富号的小博一样，不是吗？是啊，所以我们才是好朋友嘛，老老文青，老文青，不会，两个都很年轻。就比如说，大家在面对帆布包，大家在对面对冰棒，有一些新的想法吗？对，你知道，而且这些新的想法可以让可以让消费市场接受。甚至可以让消费市场觉得哇，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还有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刚才在问凯文有关于他们家的冰店，他没有跟我讲说什么文青、哦、他都在跟我讲美味，怎么样让老味道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对不对？就跟今天现在眼前的这个帆布包一样，刚刚其实在广告的时候小博有讲、哦、这帆布包的材质已经不是帆布了，可是你看起来是帆布，因为我近拍的时候大家还可以看到它的编织就像一个帆布，可是呢它的材质是 PP。 可是讲到 PP 的时候，搞不好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呦帅哥哦，哎呦你要求我为什么不用布呢？小博不是哈，这其实是一个环保的 PP。 对，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再让两位文青跟大家分享新台南。休息一下再回来哦，休息一下哦。要求哎，塑胶哦 ，PP 可以讲塑胶吗？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塑料，嗯，对，但它绝对是一个安全的塑料。然后再加上，除了它，除了刚才我说的，它在染色的过程不会有用到水，没有污染这件事情，其实它还有一个真正很环保的地方，就是如果有一天你不要用它了，它其实燃烧不会有带凹心。哦，对，然后它土埋它可以裂解，它可以裂解，对，所以埋在土里它会裂解，它会裂解，我背在身上会不会裂解？不会，它跟不是因为现在有什么环保鞋底，它跟那个走一半就裂开了 ，Hooky 鞋底掉在路中间。然后呢，现在一大堆人都在问，你知道在哪里买，店在哪里？等一下，我们今天不是在直播卖帆布包了，也没有直播在卖冰啦，也不是在卖面，我们要把这个概念讲清楚。可是的确，小博在台北市有店，在哪里？大家都一直在，我看到有一个听众朋友贴了三次了，店在哪里？一直在问你们两家的店在哪里？你们两家的店在哪里？好急哦！今天老板都在台北，都不在台南，好吗？然后还有人讲说你在台南有一家餐厅哦，小博，蛮发现的，连这样都没发现。因为有人偷说这个人跟鳗鱼饭的老板很像，就是鳗鱼饭的老板，好吗？是他兄弟。对，我下次去台南我就要去吃鳗鱼饭。你下次来可能连鳗鱼寿司都吃得到、哦、真的、哦嗯、好，小博，我们来讲一下你的包啦，因为广告的时候我觉得最适合的啦。对，你知道，就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广富号的 logo 有没有，这样近拍这个 logo 其实就是这个 logo。 对，然后你说帆布包有很多细节的设计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是做功能型的袋子起家的，嗯，对，因为袋子有很多种，只是漂亮的，或者是它有很多特殊功能的，或者是它讲求它结构上面各种不同的功能。那以我现在手上这个袋子，其实它比较算是商务型的防盗背包。那你拉开来给我看。对，什么叫商务型？商务型的就是它的这个型很漂亮啊，不会歪掉，装很多都不会这样歪掉。第一，它口袋一定要多。嗯、因为你如果 要出国的时候、嗯、或是你要去洽工的时候，你需要很多口袋、嗯、像左右这两个口袋最重要就是放水壶放雨伞、嗯、那前面这个口袋其实又容量又很大，因为它是有立体量的，所以你前面要放什么充电器啊，你有的没的杂七杂八，对、嗯、比较不怕丢掉的都可以放在外面。 对外面这三层。那我再讲一下后面这边，它这里有个行可以穿行李的、欸、穿在行李，这可以穿，对，就是你的行李手底下。我们等一下，等一下，广告的时候继续。哎呀，好好玩哦！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现在的时间是11:59。听众朋友，如果有追上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就会发现广告好精彩哦！因为我们在广告时段。广富号的老板李小博在介绍他今天带来的这个包包的功能性，可是呢在正式的广播里面我们这一段要先略过，因为刚刚呢邀请到的是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 Our Bar 的冰棒，应该是雪糕专卖店，对不对？雪糕专卖店的老板谢凯文来聊一下有关于文创。因为呢刚才在讲说你本来开的是正常的餐厅，对不 对然后呢进到了蓝晒图之后你做了什么让你变成一个亮点、你做了什么？我们
其实我就是想要用不一样的形式去赋予这一个、我们的古早味的文传统文化的口味、嗯哼，它一个新的生命。对啊，可是你冰店的样子还有面店的样子也不是传统的样子啊。但是它就是穿上新衣，可是它的、嗯、其实它的元素 是一样的。哦，真的吗？对对，我自己都觉得站在那边吃一个冰，觉得自己好年纪变好小。王美是不是很多人就在那边拿着自拍棒拍来拍去啊？对，是不是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啊？应该是说，我觉得现在做餐饮的，他其实要带给客人的附加价值很多，就是他要可以很好拍，然后要很好看，跟他的长相是要一样的，就是漂漂亮亮的。但是我们主要是还是要告诉我们的消费者，就是他的精神是我们真正想要传达的。可是老实讲哦，在很早以前哦，当然现在我已经逐渐改变了，在很早以前我都觉得文创店的东西都不实用，文青店的东西都不好吃，好，对不对？就我的印象中，就是他们都只有卖一个，你知道，就是卖一个拍照很美的感觉。可是我那天吃了，就比如说我那天吃了雪糕之后，那天当然吃得很饱，好，然后在现场，我自己有了一些想法了。就这个想法就是，它不一定是二分法，对不对？对，你也可以把它，就比如说像我已经超过50了，出现在蓝赛图有没有很奇怪？一点也不奇怪，我就是讲也不会哦，你也不会觉得说什么旁边都是小孩子，然后都是小孩子吃的东西，也不会， 对，是不是？就像这个帆布包的时候也是一样，它等于是有逐渐深化，而且达到你们所想要的东西。是的，我一开始我都觉得你们都只想要做漂亮的东西吸引人家的注意，其实没有，不是，嗯嗯，而且我发现你的雪糕有一个东西很有趣，它有一个健康概念。对，对不对？我们里面是没有加任何添加物，都是用原来的原味食材下去做的。好像是优格，对不对？你那天吃到的是优格吗？对，所以不一样吗？我那天吃到的是优格。我们每一个口味都不一样。那优格的话，我们是会放两种优格进去的，就是这个优格是真的有益生菌在里面，就是会对你的肠道是好的。嗯哼，对，如果是优格的话是这样子。所以不是花拳绣腿，对，对不对？很好玩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蓝晒图。现在有听众朋友看起来没有去过，他说那应该叫蓝图吧？没有，那个园区就叫做蓝晒图。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我记得那一次，应该是 Eddie 吧？那个时候是 Eddie， 就现在的圆山饭店的公关 Eddie 带我去那边玩。哦，我就觉得那里怎么拍怎么美，哈、哦。然后呢，他还有一些像是整个大墙面的手绘。对，对不对？对。那所以当初你这两个店进驻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比较符合那边要的氛围，对不对？嗯，其实我们在招标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写企划书嘛。嗯。那你的企划书要怎么？因为文化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面向。那对我来讲，嗯、饮食文化是我想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写企划书的时候，是有把我们的想要传达的写进去、嗯、然后也因此才可以得标嘛、嗯、因为我们有符合文化创意这样。那所以冰是这样子，面又是怎么样呢？面的话，面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使命，小秘密面食馆、嗯、它的使命是，因为过去我在餐饮业这10年里面遇到很多年轻人会来我们店打工啊、嗯、然后员工相对年龄层都比较低、嗯、那我常常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其实是有代沟的、嗯、就比如说我在跟他们讲、啊、你这么小你跟他们沟通还有代沟、欸、因为我有老灵魂啦、啊、老灵魂、啊、老灵魂我有老灵魂比如说我爱吃的东西他们都不喜欢那所以沟通上有什么困难就我们聊到吃了的时候他们喜欢的东西跟我喜欢的东西不一样然后我喜欢的东西他们没有吃过也没听过、啊、你可不可以举例什么东西是年轻人没有吃过譬如如果以面来讲的话，鱿鱼、螺肉蒜、流鱼雷霸蒜，他们有吃过、嗯、没有吃过的。然后还有像西瓜面，嗯，虱目鱼面线，这个他们也没吃过。你忽然间让我想到一件事啦，我有采访过一个卤味摊，夜市卤味摊的老板，他告诉我他的卤味摊卖的最好的是星星肠，星星肠。
他一定很想哭。你怎么知道？因为他卖星星糖的时候，我还骂他，我说这个都是你知道加工品啊，对，你放现成的，对你放在里面卤干嘛？都卤汁都弄坏，连卤汤都弄坏，然后就很不好意思的红着脸跟我讲说：“陆小姐，这个是我的销售排行第一。”所以其实是不一样的。等一下，小博你没有水对不对？我有，我有，我有。对啊，因为我不敢让小博讲话，因为小博好好玩，小博是广告的时候拼命讲，你知道，我就很担心。大家其实现在在问哈，在询问有关于平常蓝晒图有活动吗？甚至在询问说买广富号的袋子有网购吗？哎，你们现在是要鼓励王瑞瑶开团购吗？还是说要讲一个通关秘语，大家就可以有折扣吗？大家先冷静一下了哈。因为呢，今天想要让大家切入，就是两个核心人物对于台南文创，甚至是文青店的延伸。我觉得怎么听起来有一种好热血的感觉哦。我们是蛮热血的、啊，对，做这些事情还要有一点热情，对，不然很难。因为中间会有很多挫折啊。有什么挫折？你的袋子都买不到了，还挫折？还是说在袋子买不到之前有很多挫折？对，要怎么样去把一个旧的东西，然后一些基础元素你要保留，然后还要进步，其实这然后最后要消费者能接受、嗯、听到没有、嗯、基础元素要保留还要进步，对，最后还要让消费者接受，对，所以并非一触可及，休息一下再回来哦，休息一下哦。好了，我们现在在开直播的时候回答大家乱七八糟的问题。他说啊，从火车站到蓝晒图要走多远？走很远，用半个小时，我不知道，已经有人在帮你们回答了，要走30分钟，对，有人问半个小时。等一下，我要对小博好一点，我的这个镜头要接近凯莉、凯文、哦。对不起，不是凯文，凯莉，我怎么讲到凯莉？要接近凯文，因为他们两个脸才会一样大。哎、欸，我觉得两个人，其实我们两个脸都一样小。谁说这两个人的脸其实差很多？还有，我不要让那个谁，我不要让那个麦克风挡住了。挡住了小博的脸，然后还有人在问说：“蓝晒图有活动吗？礼拜六、礼拜天有活动吗？”蓝晒图基本上偶尔会有活动，但是因为活动这边是文化局在主导的，所以它是不定期的。好，有一个人忍不住了，不过很多人忍不住一直在问这个包包的价钱。他的包包很多款，他的包包还可以定制。好啊，可是今天小博带来的这个包包多少钱？好像要哎、欸，我真的忘记了。嗯，因为我很少自己卖，他很少自己卖了，他是老板啦。对，还有大家要去看的话，包包在台北在哪里？台北在松烟成品的2楼。台中有吗？没有。然后就是台南，对不对？对，台南跟台南有几家店？台南有三家店，我记得台南不止一家。对，然后网购有吗？网购可以在粉丝页留言呐、啊，可以在粉丝页留言。对，我们小编都会帮忙寄货。其实上次那个小博有讲啦、啊。小博说只要是超级美食家的粉丝他会打折啦，对，可是因为小博讲出这样子的话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要怎么执行这件事。难道走到柜台说我是超级美食家的粉丝就有折扣吗？是这样子吗？ 那我们要不要想一个方式？对呀、啊，要想一个方式。我们今天截图一下，对，今天截图，好，截图截图，然后把那个截图给我们。今天哦，对，今天直播的截图，要有我们两个人的截图，一定要有这两个人直这两个人的截图哦，有没有听到？哎，这两个人的截图，然后小博去小博的店，包括台北店吗？对，还是只有台南店？ 对，都包括台北。好，包括台北，等于是三个店去买广富号的帆布包，可以打折。对，因为我们平常是全年没有折扣，全年没有折扣、哦。对，那我今天给超级美食家的所有听众朋友一个大的折扣，几折？我们给85折。真的还假的？真的还假的？真的真的真的。可是要给这个，要给这个截图，对啊，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小波要给这个截图一个实现，否则他十年还拿来截图，你就不打。对，也是哦。我要给一个实现哦，给个实现好了。实现是什么？我们要几天？几天到月底？月底要洗我？月底不行啊！你这样大家疯了，他倒店了。对，七天，好，五天，我们五天好了，折中一下五天好不好？五天，听到朋友有没有？五天。五天对，不要讲哈，过年回台南没有了哈，对，没有了，只有五天，所以等于是今天是十月，今天是十月三号，对，十月八号那天到八号那天到八号，对，好，来，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如果听众朋友刚刚有追上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的直播，就知道广富号的老板李小博给了超级美食家的听众一个大礼物。嗯，这个大礼物大家要来追上直播看哈，而且这个大礼物的时限只有5天，到底是什么大礼物不告诉你，大家自己上去看直播。如果你们对于台南最有名的广富号的帆布包很感兴趣，就请不要错过广富号的李小博给超级美食家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大大的礼物啦，超大礼物，超大礼物哦！现在不能告诉你哦，因为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有讲，好厉害哦，好厉害！有人讲说他不参与了，为什么？因为他只有过年才会回台嘛，那是没有办法的。实在很好玩哎，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用文青哈、啊、还是文创的角度去看台南。因为我觉得我的年纪算是 老太婆了，你知道，是一个老妪。我每次去台南都在追寻台南的老，可是我不知道台南的新这么好玩，你知道，就台南的新也都是你们创造的，对不对？刚刚其实呢，小博有在讲他们家广富号一路走来很辛苦，大家不要看他这样嘻嘻哈哈在笑哈，跟大家介绍他们家的这个帆布包。好，刚刚有在讲要保留基础的元素，对，然后要还要进步哦，最重要要进步，一定要进步，然后还要让大家可以接受，所以一路走来有什么辛苦谈呢？嗯，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你的员工，也没有吃过鱿鱼螺肉饭，是不是？也是，对不对？是，嗯、应该说我们，因为我们是做代工起家，然后台南有、嗯、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帆布包的店都比我们还要老。嗯，那因为我代工，所以没有自己的基础，我都是帮别人做基础。嗯，所以当我今天出来做品牌的时候，我必须要从很多层面去思考、嗯、我要怎么样让消费者在这个充满老的元素里面又重新接受我，但我实际上不是真的老。嗯，所以我要做的是一个市场的区隔。嗯，因为其实帆布包可以做到很不一样的状态，它不是只有生活用品。可是小博，帆布包在台南的这些老店有人像你做的这么，你知道，就比如说把帆布包做的不像环保袋。对，没有。对啊，因为我印象中我去逛台南的另外两家，我还专程跑去哦，你知道，它其实都还是停留在一种环保袋还是简单的包包的状态，因为它没有那么多功能性啊。是，是不是？对、嗯哼，但是这是一体两面，就会、嗯、大部分的人认识的环保袋、帆布包就是那个样子，就是环保购物袋嘛。对， 對、嗯，那或者是国中的时候的书包。欸、有人就在讲啊、嗯，他说他从小都在到现在，你知道一辈子，因为他是学生，他还在背。对对，帆布做的书包是很，因为很多人这样、嗯，所以当我今天要做市场区隔，做出不一样的时候，很多人会不理解，而且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帆布包会变成这个样子、嗯、所以我必须要有很多的佐证，比如说有很多一线的国际精品、嗯、其实他用帆布这个东西做非常漂亮的袋子、嗯、所以我要不断的去教育我的消费者、嗯、其实帆布包有很多不同的面向，而且它可以做到非常的高级跟精致。你不要以为只有真皮包很贵，对，对不对？大家都认为真皮的才要花这么多钱出来，什么鳄鱼皮啊，你知道有的没有的，对，其实看的是它的工，对不 对， 对。我们等一下呢，我下午如果有空的话，我会 po 几张照片，其实之前也有 po 出来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金刚鹦鹉，对不 对， 对，然后甚至现在还有老鹰雪鸮，最新的是雪鸮，睡觉是雪，最新的是雪鸮，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袋子，你知道一个袋子它的变化。有人一直在问说可以叫我重拍一个袋子给大家看吗？我今天变成你知道，今天变成直播店他们家的袋子的种类很多啦，很多，不是只有这一个啦，非常多，我们刚才讲到400多种，对，对不 对， 对，而且我们刚才在讲说它还有动物造型的变化，对，是不是？对，那所以等于是让大家看到所谓的帆布袋的价值，还是台湾精神，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实现，对不对？是。等一下我要让凯文讲啦，因为凯文，我虽然没有吃凯文的那碗面，那碗面哈、哦，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我虽然那天已经吃了台南土豪宴，我对于最后没有吃他们家的那碗面耿耿于怀。我觉得那碗面本身也透露了很多文青跟文创的想法，对不对？对。你知道我怀念的是哪一碗面吗？我真的不知道，因为那一天真的吃太饱了。不是呢，你们家的那个咖喱面呢、啊？哦
哦，你们家的啦，不是那一天，不是土豪宴，不是那天的土豪宴啦。哦，咖喱面是夏天，今年夏天的主打商品。你知道他们家有一个面，看起来是面，不是面。对，来讲讲看，听听看，那是什么东西？应该是这个东西，应该是说从去年开始，我们一年会换两次的菜单，嗯，然后在春天的时候都会推出比较 for 今年的主题，嗯，那我们今年去年的主题是把牛肉，整个台湾好像有后来有很多面店都有跟进，就是我们把牛肉变成一个玫瑰花，嗯，然后限量的都跟进了，对，都是红红的玫瑰花，如果是牛肉片，然后呢，那这个精神是来自于我们台南，就是喝牛肉汤一定要现冲，对，那我们把这样子的元素带进来我们的个人的面点上面，嗯，然后今年的话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就异想天开的做了另外一个尝试，嗯，就是我觉得吃东西这件事情它除了美味它还能够做出什么样子的火花跟变化，一个体验，惊人的体验，对，嗯，然后就在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刻突然间就是哪一个念头，我就觉得我想要把面做成像甜点，嗯，下午茶的样子，嗯哼，然后我们团队就开始尝试，我们应该做了3个月以上的尝试吧，嗯，然后选用我们的咖喱汤块然后做成像松饼的样子，嗯，起初刚开始卖的时候其实很多客人他以为他点松饼，你以为你点了一碗面就送上来是松饼，你本来还要退那碗面，哎，你送错了，对，是不是，对对，你送错了，我点的是面，我点的不是松饼，结果呢，也有客人是我点了松饼你为什么拿汤淋我松饼，哦，所以等于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冲突，对不对，对，结果咖喱到底在哪里呢，它就是松饼，它就是松饼的样子，哦，啊，所以等于是它上桌了之后淋了热汤它自己就融化变成咖喱酱汁，是这样讲吗，对，因为我没有吃到啦，我只有看到那张海报，那张海报就一直你知道就粘在我的心头肉上，我想说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对，所以等于是从玫瑰花变成咖喱松饼，对不对，对，所以你现在会每一年都会创造一个东西吗，对，就是这也是我很困扰的事情，就是你知道越玩越大，你 到最后就是要一直不断的求新求变，大家都在期待，好了，我们的时间剩下不多了，有人问说蓝晒图买得到广富号吗，答案是没有的，没有，谢谢两位贵宾，时间到了，拜拜拜拜，好了，你们都一直在问这个好烦哦，我让小博自己讲清楚，小博到底在哪里啦，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台北是在松烟的成品二楼，啊，台南的三家店呢，台南三家店有一家在其实离蓝晒图很近的那一家是在树林街二段，嗯，对，他在，嗯，星光三月的后门，嗯，对，那有另外一家在中义路对，中义路阿霞饭店那边，好，然后还有听众朋友一直要拉长优惠，我自己都想要缩短，因为 有点可怕，因为如果截图之后拿去85折其实很多，哦，对，很多，对啊，85折其实是，对，我们都没有做什么折扣，因为我们刚才讲5天其实有一点危险，我其实有一点担心，没关系，因为如果大家你知道如果传开了的话搞不好你的店的包包会被人家抢光光，一扫而空这样，对不 对，好，所以我不会再重复折扣了哈，大家如果要知道折扣就直接再回看这一段直播，还有我在这里也不会凹凯文折扣，因为凯文卖一支冰棒跟卖一碗面，如果要给大家折扣，我觉得太恐怖了。我觉得，可是我刚刚有在想我要做什么折扣，凯文会倒店。他想跟我，还想跟我，对，你知道我不可以，就是不 follow 小博哥。对啊，你知道这个，因为都是薄利，这个又是你知道，就是更薄的利。老实讲，帆布包的利也没有很厚哈，因为他这个全部都要专业手工的人的车缝。我们刚才其实这个帆布包介绍一半没有介绍完了，好，翻过来屁股。好，因为呢刚刚在讲这个帆布包的时候我就讲说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一块，立刻就有人跟我讲说它可以插进那个，啊，行李箱的手拉杆里面啊，对对对，瑞瑶姐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对，所以这里是可以插那个手拉杆，好来，然后这边其实我们特别开了一个防盗的拉链，为什么说它防盗，因为第一个它很深，它到底就是到这边，所以这个拉链不是跟里面通，不通，对，它没有通，不通，对，哦，那通，当你在旅行的时候你背着它是在你的背，
对对，所以这一个拉链，如果你东，比如说你有护照或你的钱包，你放在这里，其实如果有人从这里开或从前面开，都不会拿到这里面的东西，除非他把你打昏了啦。对，就整个袋子抢走。整个袋子抢走才有可能被把它拿掉。好，那所以等于是有一个很深，有一个很深的，这么深哦，对，深到这么下面，很方便哦，对，对不对？对。好，再来。然后再来就是他袋子里面的，有人问说有没有保温的便当袋？他们家有便当袋，我们家有便当袋，我不知道，但是没有保温，有便当袋。对啊，慢慢，好，再来。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的夹层。你看，其实里面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我先移开。来来，先让他拿出来，快点！我先拍一下凯文，他全部拿出来了，拿出来了。真的吗？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好来。所以其实它里面的夹层，第一个它空间做的很大，所以其实像我如果出国，我一定会背这个袋子，因为它很好装东西。而且我觉得它装东西也不会变形，最怕袋子，你知道装很多它。走样了，对，它不会变形。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的细节做很多，比如说它还有这种皮框的这个拉链内层，细节要做的多，可是每个细节要有用啦，不要细节做很多，东西放在哪里都忘记了，对，头很痛，对，十几个拉链都不记得。所以这里有一个夹层，然后这里还有两个口袋，然后这边也还有两个口袋，对，所以它是属于，我觉得它的夹层还蛮好用，你一些小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些笔啊，或者是像那种 USB 啊，小的你都可以放在这些小口袋里面，大的你才放在这个中间。可是我觉得这个袋子设计的很好，我自己很喜欢买后背包啦，我曾经买过一个名牌的后背包，它光是这个开口就有三层还四层，然后我都忘记我的东西丢哪里，太多有时候会这样。对，而且它找到神器。对，而且它开了三层四层之后，它都在分，就它都在 share 它的厚度，对，等于是每一层都不能放太厚的东西。是的，是的。对啊，所以不是口袋多就是好，对，不是哦，没错，真的不是。我问你，这个后背带有学问吗？后背带其实多重的这种，其实我们有背一背都觉得有些袋子背一背就觉得好酸哦。对，还是我放太重。其实我这个我最重哈，把它装满，我在那个日本的街头装满大概是十几公斤，大概13公斤，我背一整天十几个小时，还不会觉得酸。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你要去买后背包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确定这一条背带跟你背上来的时候，你的这个肩膀有没有符合？有的背带是做直的，对。那如果你的肩膀是肩斜，哦，我看到它是弧，对，它有，我这个是有弧度的。那如果你的肩膀属于宽一点的，可能你觉得你会背直的没关系。可是因为我肩膀左右两边其实差很多，对，所以我一定要有弧度。哦，所以是弧度的问题，不是宽窄的问题。对，弧度的问题，再来还有厚度，对。因为你的这个厚度里面是藏着防撞的一些，就缓冲材，然后还有透气材，所以其实它可以减缓你压在上面的力量。哦，小博，你光是讲袋袋可以讲一集多。对，其实不是因为不知道这么专业，有很多，真的很多。对，就比如说大家只是在看价钱，然后看颜色，看外观，看外观，然后看口袋够不够多，对不对？大家其实都没有在讲，就等于是袋子都买回去背起来的才发现怎么都会滑下来，对，还是背了一段时间之后很重，你知道吗？然后有时候可能你会发现这里很痛，很对，对，很痛。像我很重视这个位置很痛，那这个位置很痛，你要仔细看这一个背带的位置，这些扣具往上调整或往下调整会不会撞到你这个位置。哦，所以其实后背包你一定要拿你的东西去装试背了之后才可以买。哦，所以我才讲说大家在买这个后背包的时候都只有看价钱、颜色、形式，然后看了差不多就买，并没有真正在乎它的功能。没错，因为我的确我很喜欢买后背包，的确有几个后背包我买回家之后只背了一次就被我收起来，因为不顺，对，就不完全是痛，就等于是背起来不好用，对，对不对？没错，不好用，对，所以等于是大家其实就等于是在这里也长了知识了，对。然后你看，它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如果你背上来，它会在胸前，对，这个东西叫胸扣，有用吗？这个胸扣的用途是，如果你的肩膀两边不同宽度、不同厚度，它你就防止滑下来。等一下，还有小博，为什么你这个胸扣是金属呢？我看大部分人不是都做塑胶。你不觉得金属比较美吗？金属很美，我就是第一次看到金属，对不对？大家都做塑胶的嘛，对不对？我们这胸扣是金属。哦，
对，漂亮。对，所以它其实有，如果你比较担心会滑下来的人，你一定要有胸扣。呵呵，再来就是胸扣还有一个功能，当你很重十几公斤的时候，两条背带跟胸扣是把重量分散。哦，你不会一直一边很重。对，或者是只有肩膀很重，所以他必须把重量往下分散。哎、欸，好厉害哦！我还以为胸扣这个东西是装饰品，没有，这很重要，是不是？哎、欸，是不是？我也是，是不是？因为凯文是背着后背包，但东西拿在手上的人，哦、真的、哦，他太重了，不是？他的后背包也是装饰品，没有，对，拿在你手上，对，所以我其实知道大家背后，我很喜欢后背包，所以我很研究这些东西。对，那如果你的袋子越大，你就要买这个越厚、嗯、对，然后弧度或者是直线、嗯、或者是有的只有织带 对，有的没有这些东西，只有一条袋子的，那袋子宽跟细你们一定要背背看，就是大家一定要试背啊，试背，不是只有看而已。 对，不是只有看而已，而且在试背的时候最好带几本书，带几瓶水，是，然后把它丢进去，对，试试看它的状态，然后 走个两圈，对、嗯、然后跳一下跳一下、嗯、跳一下好，谢谢小博，谢谢凯文，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要跟大家讲再见咯，也谢谢听众朋友，我们要录第二集咯，听众朋友他们还不会走，因为老师讲呢在讲台南文青这件事，他们两个人只是开端，我们要请他们两个人用他们的眼睛，用他们的视角来带着我们去看台南的文青，文青风，谢谢两位，先跟大家说再见，拜拜拜拜拜拜，该我跟大家说自拍一下，拜拜拜拜哦，拜拜拜拜。